哎，你说这事奇怪不奇怪？故事是这样的，玩家与朋友特普开了一局双人生存，因为今天是周六嘛，所以玩家这次经过妈妈的允许，游戏时间可以从原来的10分钟延长到15分钟。两人废话不多说，直接开始了游戏。那屏幕前的兄弟姐妹们也不用我多说了吧，看到屏幕中这个可爱的点赞按钮了吗？长按它，对，长按它。咱们故事开始。两人选了一处金合欢树林靠近水域的地方，搭建了他们的水上小木屋。趁着天黑下雨之前，小木屋已经搭建完毕。不得不说呀，这建造技术还不如屏幕前的大家用脚建造的好呢。你们说是不是？不过这些都不是重点，重要的是他们选择搭建房屋的地方需要游泳才能过去。朋友特普嫌比较麻烦，他给玩家提建议，能不能用岩石搭建一个石桥，这样我们就不用来回趟水了。玩家也很赞同，还说干就干，没一会儿石桥就搭建好了。玩家屁颠屁颠的去叫朋友特普来看看自己的成果，但是朋友走过来却说，这是他见过最丑最不成功的桥。玩家急了，你在和我开玩笑吗？你就这样亵渎我的劳动成果？很快两人就从口语战升级为了肢体战，朋友开始拿着稿子破坏玩家搭建的桥，玩家也实在没忍住打了朋友一下。这下可好，两人的关系彻底闹僵了。玩家也急了眼儿，说着朋友就开始跑，玩家就开始追。很快玩家就追着朋友来到了矿洞深处，两人在矿洞玩起了跑酷，但危险也在悄然来袭。正当两人来到一处峭壁时，玩家隐约在前方看到了一个黑影。不对，朋友特普就在自己的右前方，那么自己的正前方那个黑影是什么？难道是小白小江什么的？玩家感觉不像，他让朋友赶快停下来，自己则是告诉了刚才发现的异常，两人的追逐战也由此暂告一段落。因为这个黑影，两人又重归于好了。听我说，谢谢你黑影。朋友感觉这个矿洞有点危险，他开始原路返回，玩家也紧随其后，但是朋友特普一个不小心坠落了下去，只留玩家一个人在上面可望而不可及。突然朋友说他在下面看到有人，玩家慌了，他让朋友赶快垒高高上来。前方高能叫到了，老规矩，认为自己超级牛的请赶快在弹幕打出我超牛，激活弹幕护体。经过一段时间的等待，看到朋友上来了，玩家也松了一口气。可玩家下意识看向朋友上来的通道时，一个眼睛瞪得像铜铃一样大的实体出现了。通过画面可以看到，这是一个女角色，只不过模样确实有点可爱，可爱的玩家一眼都不想多看。玩家感觉这个神秘的实体很眼熟，但又一时想不起来他是谁，可能是有关 MC 传说中的某个人物。当务之急，玩家还是赶快拉着朋友返回了木屋。回来后，玩家细思极恐，这个房间竟然还有第三位玩家。不对呀，明明只有他们两个人在线。玩家是越想越不对劲，他在好奇心的驱使下决定出去看看。可正当他离开木屋下来没多久后，再次回头看向木屋，只见那个神秘实体已经顺着梯子上到了木屋。接着只听木屋内传来了一声声朋友开心的尖叫，随后系统便提示朋友嗝屁了，而那个神秘实体也从木屋走了出来。现在玩家心中只有一个字，那就是跑。只是他能成功逃脱吗？从夜晚跑到白天，玩家似乎觉得已经甩掉了那个神秘的实体，但他还是太年轻了。只听一声开心的尖叫，玩家也开心的嗝屁了。好了，小伙伴们，本期视频就到这儿。那啥，都看到这儿了，还没有点赞、评论、转发加收藏的，你们懂我意思吧？麻烦这次一定好吗？